我蛮变态的，可能强奸吧或乱伦。有一个60几岁行动不便的阿伯叫我要干他，放进去抽他的时候就觉得龟头怎么会痛，有点痛，就发现里面有个在干他，他都跟死人一样，都完全没有诚意，就好像在干尸。他们这个是红灯区，你去就是一条街都可以选小姐，里面有花费蛮凶的吧？20分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艾拉，这边是艾拉大尺度。你有听过情欲按摩师吗？那我们今天请来一位妙手回春的技师，想要体验他的技术到底有多厉害，想知道被玩到喷水的爽感吗？这些你都可以在艾拉大尺度里面找到答案哦。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大尺度的影片，可以到 FaceC 来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欢迎詹姆士。Hello， 我是詹姆士。对，我感觉他本人害羞，好可爱哦。听说你是黄梦梦，就是要去做变性手术之前的最后一个使用者。对，那时候他有说他要去变性，嗯，就想说就是拍最后一部这样。在跟他拍最后一次作品之前呢，有做过几次吗？应该蛮多次的。我们有在野外，有在公厕，有在他家，对，蛮多次的。你们一开始怎么认识的？推特上面认识。梦梦他敲我说，就是可以拍一些。就是比较，就是你可以直接讲没有关系，就是比较大尺度的。对对对，就是说，哎，我要跟你做爱，哎，我要跟你拍片，这样。对对，拍片。对，那时候梦梦追踪数有比你高吗？我那时候才刚开始几千而已，他应该有30000吧。那就跟三星做的体验是？我一开始没有做，一开始就是推就推出，是好几次之后我才慢慢可以接受，想要试试看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你还有遇到什么更特别的客人？有一个60几岁行动不便的阿伯叫我要干他，放进去抽他的时候就觉得龟头怎么会痛，有点痛，然后就拔出来，再用手放进去，就发现里面有个跟石头一样硬的那个便秘。我当下就觉得，如果叫他去亲，应该很难，所以我就用手的把它往里面推，推到里面，然后我就继续再完成这个动作。最后他有喷出来吗？他有射，但那个便秘我后面就没有感觉到痛，没有顶到的感觉。所以你没有帮他治好便秘啊？我们不是为了就是帮他通了，然后他再也不会有便秘的感觉了吗？你本身是喜欢女生的吗？对。但是你看到男生，你就可以硬起来。然后重点，对方还是阿伯。我看是不会，就是可能搓一搓，刺激一下才会硬。我觉得这要慢慢习惯了，因为毕竟做按摩，你会慢慢的适应这行。好啦，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想要听更劲爆的故事，看更大尺度画面的话呢，记得一定要加入我的 YouTube 频道会员哦，记得也要来 Fans 一起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想要问一下，你是怎么踏入情欲按摩师这一行？就5年前啊，店家老板啊，从交友软体上找到我，他问我要不要兼职做按摩。为什么他会问你？是因为他看到你的身材照吗？对，我有放身材照。嗯，然后我想说下班后也无聊嘛，就是可以试试看。那当时你是做什么工作？就一般上班族。就是很正经的那种工作，然后下班之后就开始做一些情趣按摩师这样。我比较喜欢啊，因为白天那个每天都面对数字，其实蛮累蛮无聊的。可是按摩不是一个技术吗？你当时是怎么训练你自己？那时候去的时候，老板有教我们，就他按我朋友给我看，当场我们都脱光光按彼此的。那老板本身是喜欢女生还是喜欢男生？他是 gay。啊，后来你那朋友有一起加入吗？有啊，老板就派他去按另一个客人。对，当天当下现学现卖的。对啊，我们一开始都只压油压体推啊， happy ending 这样，也是要慢慢习惯，一开始做也是没有很熟练。所以他是专服务同志的一个工作室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后来也有接到一些女生的客人，像大学生啊、妈妈还有夫妻都有。如果接收夫妻的话，会收比较贵吗？因为两个人一样啊，因为主要还是服务他老婆，不会去服务到他老公。那女生会有分半套跟全套吗？就是会先从按摩开始啊，指压开始，油压，跟客人聊天就知道他有什么需求。例如，通常会提出什么需求？干我。这个犹豫过，说他一开始就说他只要纯按摩，结果后面按一按。被你弄到想要了，也是做了，然后也有遇过那种就是在干他，他都跟死人一样，都完全没有声音，就好像在干尸体一样。对啊。那你这一行做多久了？5年。加起来的客人有超过1000人？一定有啊，有时候一天要约3个不同人。跟黄梦梦有了比啊，黄梦梦他说他最高纪录一天约13个。
因为完成一项创举，就是从台北一路漂到台南。当天我其实就 Google 先找好地址，因为我都没去过，从中坜、湖口、苗栗、丰原、虎尾、东势、台南七个地方，他们这都是红灯区，你去就是一条街都可以选小姐。那其实这样花费蛮凶的吧？还好哎，因为他们这都是20分钟1000元。丰原啦，丰原我还蛮喜欢的，因为比较喜欢台妹类型。我觉得到时候就会有人私讯说，请问去哪边约？请问那个路线？杠我、咬我、打我，他还想说要拿刀捅我，因为他是医生。他都戴手术套，然后检查我的肛门，抠一抠，结果我不小心就喷了。你有算过你这样一周最多接几次客？平均大概50-60个、啊。那我可以问一下你的价钱多少？你偷偷跟我讲。会流饮水哦，是因为看到你。笑死。阴蒂、阴道，可是阴道跟阴蒂的中间那个是蛋，那是尿道，那是尿道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请詹姆斯来示范一下，可不可以把我扛起来？你猜看我有几公斤？大概60。63，看得出来吗？差不多。牙体的重量居多啦。可以动一下吗？平常我都是。那我换个手。OK。火车便当是这样搞的。哇、oh, ，学到了。OK 吧？对，动一下。很猛啊！等一下，超厉害的，刚刚有一种那种血脉喷张的，有点害羞的感觉。真的很猛哎！你家还收客人吗？等一下，那像当情欲按摩师的话，需要什么技巧？按摩是一定要会，从头、肩颈、背、屁股按到腿，然后手这样，还有一些敏感带要夹起来。重点是本身也要够色啊，因为客人也不喜欢点到一个死鱼。所以你本身是一个很色的人吗？你觉得？我蛮变态的，我觉得有一些想法，对，可能强奸吧，或乱伦啊。你就假装我现在是你儿子，我要跟他说话是这种感觉吗？你未来想要结婚生子的打算吗？会啊，会。没有要生小孩，但是会结婚。情欲按摩师的话，交往会不会很困难？因为你要找到一个女生可以接受，所以你跟什么都很受苦。女生的话，这会想比较多，但遇到接受，其实你要珍惜她。但我只交过两个，第一个她也不希望我做这些。后来我们就分了。我现在教这个之前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做这些工作，还有拍片，他也能接受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呢，特别安排了一个女生要来给你示范一下你的情欲按摩的技巧。听说你玩得很厉害，被你按到是会爽翻天，而且还可以回春的效果是吗？对啊。你说玩完，然后可以把60几岁的阿嬷跟他玩。不是，60几岁不是阿嬷，60几岁是妈妈，就是那种80几岁的那种阿嬷级的，然后你玩一玩，然后瞬间回春这样。我没有玩到80几岁，顶多70几岁。70几岁也是很高啊。70几岁女生你怎么约到的？我花钱嘛，性交易。对、哦、对。那你觉得做起来感受好吗？感觉他骨头快散了。动一下他就哪里酸哪里酸，就换个姿势，我就想说不好意思就结束了。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说，女生年纪已经这么大了，那她的私密处有变吗？就是放进去的感觉会有差吗？我觉得她蛮紧的。会不会有可能是你太大？没有，她感觉包覆性还蛮够的。那你放进去你也是很舒服的感觉？有，对。所以阿嬷给她一颗星好评。不是一颗星，要五颗星。哎、欸，他很有，重讲一次，重讲一次啦。有点过分。不是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所以阿嬷，你给他5颗星好评。服务不错，做口碑。做口碑。对啊。你有问他说他从事这一行已经几年了吗？我没有问他，我知道他是南部人，就是跑来基隆工作的。嗯、哇，好特别的一个体验哦。我们准备要进入到更劲爆的环节啦，就是我们的马卡焦心的秘密产品，让你吃下去会让你的鸡喷得更多，让你等一下更持久。虽然你刚刚抱我的时候就已经很猛了，感觉你吃下去就会猛上加猛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好想体验看看。好啦，如果想要支持小 Ella， 想要更劲爆的故事看更大尺度画面的话呢，记得要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会员哦。那如果喜欢詹姆斯的话，可以追踪他的 Twitter。嗯，你好。想要看詹姆斯如何在 Face 7让女生爱如潮。
潮水大幅的喷发的话呢，记得到 Face 一期来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 Face 一期的影片会持续更新哦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是我们的梦梦，让他来体验一下情欲按摩师的按摩技巧，让他到底有了多舒服。你知道他有一个功能，就是他在帮女生情欲按摩的时候，那女生可以瞬间回春。所以你现在22岁，他帮你按完，你变12岁。那我们的詹姆斯，哇，詹姆斯现在直接穿吊咖哦，因为刚刚在访问的时候，他身材其实蛮结实的，但是他现在穿得更裸露。那我现在可以看一下你的身材吗？可以。好，来帮我脱一下。哎，真的是有在练哎，哇！你看他的胸肌，你看你有没有觉得他的胸部都快不大？超大。平常有遇过这么壮的男生吗？真的还没有，他真的是我目前遇过最壮，胸肌练的最猛的一个。就最猛的一个。对。那你觉得看他这个样子，你觉得他待会的爆发力会不会？我觉得会很强。真的有可能会让我喷水。好，那我们期待你待会的表现哦。